哇，每年都跟大家分享就是大一的穿搭，而且分享了很多期，只要到新的一年你们就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搭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总结四个常见的内搭公式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之前的搭配。第一个就是打底衫加牛仔裤，我拿的是一个半高领的打底衫，你们家里有啥打底衫你就用啥打底衫，高领的、圆领的、低领的、 V 领的都可以。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加一个衬衫去做叠穿，衬衫跟内搭的配色我也分享过很多期，记得去复习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毛衣加半身裙，如果想要这种搭配更出彩一点的话，你就毛衣是什么颜色，裙子就带一点点颜色相近就可以了。注意会有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就是裙长跟大衣的长度要保持一致，不要超过它，因为一超过它就很容易压个子。加牛仔裤，其实这么搭配然后再加外套的话，就是正式中带有一点休闲的感觉。